爸爸在跟你讲话，你东张西望的。你每个老师都跟我说你上课不专心，不要再让我失望。吃饭吃到忘记上家教，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在补教界会有多丢脸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物以类聚，你以为是谁能让你有这样的日子，过这样的生活啊？放你一天假，落后的进度明天自己记得补回来。发文单字回来我会抽考，还有你上次化学考的实在是太差了，帮你换了个老师，认真一点。过了今天又大了一岁，要更懂事。想当初爸爸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滚王，这是爸爸跟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我们会出门几天，你有事情打电话给我。OK。Happy birthday。这个蛋花汤是怎么回事啊？我最近发现这个，不要吃这些不营养的。哎呀，最近功课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爸爸在跟你讲话，你东张西望的。你每个老师都跟我说你上课不专心，没有一个在夸你的哦。都已经只考上海城了，你可不可以有一点自觉啊？你给我听好，快要选学生会长了，我跟你范叔叔讲好，你可以找他儿子瑞豪帮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好了 ，relax， 不要把员工那一套用在儿子身上。坐下。外送快到了，我妈订了上次你说很好吃的那一家 pasta。我还帮你订了招牌红酱，它的肉酱非常多，可以帮你补充蛋白质。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还会附一盒那个沙拉蔬菜，营养满分。太好了啊！给你看一下我们下南部的照片。只能麻烦你了，不好意思，谢谢哈。好，啊，广广，你到底跑去哪里？电话还不接，我们快急死了。手机刚好没电。手机没电，跑哪去了？我和朋友吃个饭。吃饭？吃饭吃到忘记上家教。老师在底下等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人，你知不知道这样我在补教界会有多丢脸啊？好了，好好说话，你去吃饭也应该要先说一声啊。我吃饭晚了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上课迟到，作业写了没？英文单字呢？背好了吗？啊？法文呢 ？IELTS 呢？自己的本分都做不好，还想吃饭？你饿死吧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叶广，你做错事情了，态度还那么差，跟爸爸道歉。爸，对不起。你给我跪回房间，好好反省。我没有叫你不准起来，滚！孩子越来越叛逆，不像话。我们要不要找专家问一下？不然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哎。打给那个吴教授，请他来看一看。吴教授，哦，对，吴教授。广广，坐下来。
爸爸妈妈有事情想要跟你说。本来以为给你机会，你会懂得把握，懂得反省，懂得改过，结果你还是搞砸了。你最近一直让我们失望，我跟爸爸讨论了很久，决定加强对你的管教。来，手机给我。为什么？照做。我会开启你的手机定位系统，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跟爸爸就可以追踪你每天的位置，以免你像上次那样失联了，会让人家很担心的。不懂得自律的人，就让爸爸妈妈来帮你。妈，从以前到现在，我很少让你们担心吧？有必要这样子不信任我吗？而且这样我一点 privacy 都没有啊。privacy，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 privacy？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上学，好好回家。而且光光，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你现在在很重要的时间点耶。为我好？你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吗？你根本就是要我成为第二个你。第二个我？就凭你现在这个德性，对自己这么低的要求，再给你十年二十年，你也做不到。算做到又能怎么样？You better watch your mouth, young man. 好了，广广，你不要再跟爸爸唱反调了。不过就是装个定位系统嘛。好了，来，回房间读书。你去哪？我去便利商店。反正你们都可以检查。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呢，许多学校都面临停招的情况，那各补教界呢也多少有受到冲击，但叶主任的补教系统却可以在补教界年年设分校，真的是翘楚，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您的秘诀吗？其实少子化跟生育率低迷的确对补教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自始至终我们的系统跟别的补教同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破除了填鸭教育的迷思。只有孩子自主的学习才能学得更多，学得更快，而且学得更快乐。孩子快乐，父母就快乐，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叶主任的分享，收获非常的丰富。我们再次谢徐妈妈。哎，叶广，你跟徐启章约啦？他没有接我电话。吃饭了吗？心情不好，饭还是要吃，去吃面好不好？谢谢徐妈妈。你看你，搞得像个小狗一样可怜兮兮的。来，趁热吃，趁热吃。嗯，徐妈。嗯。要是我讲了些话让徐启章不高兴，怎么办？那就看你是真的想讲那些话，还是气话啊？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一定是我花太多时间在读书了。可是我听徐启章说你在学校好多同学都很喜欢你，然后说你功课很好啊，做什么事情都很活跃，不是吗？是我爸要我做的，又不是我想要的。那不然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你会快乐？太清楚了。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但我真的很羡慕徐启章。
其实每一个爸妈都是喜欢，都是疼小孩的，他们会用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对小孩，只是也许那些方法小孩子不喜欢。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叶广，你想要什么？然后再去跟爸爸妈妈好好沟通，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你要什么？当你想清楚了，再跟你爸妈好好沟通，他们才会知道啊。跟徐其昌也是啊，好好沟通。嗯，好啦，赶快吃面，吃饱才有力气。谢谢徐妈妈。嗯，给我吧。哎，广广，宝宝，喂你，哎，哎，我上车了，快到了，嗯。宝宝。包包还是包包？包包。广广。啊？叫你出来快一点。来了。跪下。为什么？跪下。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要叫你跪下就跪下？给我跪好。妈妈问你，那个骑机车载你回来的人是谁？不用走了，没有人载我。还敢说谎，妈都看到。你老实说，那个人到底是谁？最近认识的一个同学。同学？是你们班的吗？叫什么名字？说了你们也不认识。说啊。徐启章。说你们不认识。徐启章。嗯。他应该不是你们班的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不是我们班的，但他对我很好。他对你很好，所以你就每天跟他到处乱跑。妈妈跟你说过，你不要交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他也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他玩笨，成绩也过得不错。玩笨。难怪穿成那样子，奇奇怪怪的。那个是因为他爸爸过世，他还要帮妈妈顾面摊，所以他单亲。那什么面？早就说过，什么样的家庭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广广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应该交什么朋友？我跟你讲过多少次，物以类聚，像这种单亲家庭教出来的，就容易变成不三不四的问题少年。你们又不认识他，你凭什么这样说他？单亲家庭又怎么样？敢跟爸妈顶嘴啊？像这样家里卖面又没有爸爸教的小孩，以后能有什么成就？上酱油比较好，是不是啊？你以为是谁能让你有这样的日子，过这样的生活？爸爸花了很多心思在你身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我又没有感受到。只在意自己，只在乎自己的面子。拿手！我们一直都很在意你啊。有吗？我没有听你说过你爱我。
我们当然爱你啊，宝贝，我跟爸爸都很爱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都已经只考上海城了，你可不可以有一点自觉啊？快要选学生会长了，不要再让我失望。作业写了没？英文单字呢？法文演讲呢？单字变得一塌糊涂，我还有事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 privacy？ 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上学，好好回家，在意自己，只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们拿走。Thank you.
什么你就不能够相信广广？你常常都说挫折让你成长，你看我们也不是一起走过来了，我们现在事业也一直遇到困难，我们不是才刚讨论过我们要听年轻人的想法，要知道现在新的世代在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儿子做起呢？时间快到，哎，宝宝，宝宝的表演要来了，我把连接寄给你。先不用，我在忙。那我就自己先看喽。来看一下我们宝贝儿子表现的怎么样啊？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o much. 巩王这个朋友唱歌还蛮好听的，团还蛮一回事的。巩巩好帅哦。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o much. 总有人会来，不需要掩盖。像天空大海从来不曾分离，也无法更加靠近，不想要只能躲在云层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找存在的定义。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